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牛肉了，没有机会在牙缝停留，就拥抱那个牛肉味道，紧紧的拥抱它，你不会想放开它的那种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热爱音乐的吃货子环，喜欢吃日式寿喜烧冻饭的朋友注意啦！我在摊中爬嘎发现了一间宝藏餐厅 Beef Sukiyaki Don Keisuke， 让你用最少的钱吃到最顶级的日式冻饭。这间餐厅的地点相对比较低调，它隐藏在一栋公寓的楼下，菜单也直截了当，就四样品项。废话不多说，我直接来了份售价29.9新币的 A4 和牛冻饭，还有一个12.9的 Pork Sukiyaki Don。享受那个牛肉给你的舌头，给你整个口腔带来的香气，它的那个调味就是那种很经典的日式寿喜烧的调味，然后上面加上这个蛋一点都不腥，它就是增加了整个口腔里面的滑润感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它上面还有这一种我们煮火锅最喜欢用的菜，很好吃，我们还可以淋上这个刚才厨师在用来煮牛肉剩下的汁，太疯狂了啦！这一碗，看到没有？它的饭全部都沾上了那个煮牛肉的汁，好香！我从比较厉害的先吃起，所以不晓得这样换下来吃猪肉的差别会不会很大。Thank you。这样是把蛋搅锅再淋上去，猪肉也很软，只是它的那个 texture 上面，我觉得相比之下牛肉它是会比较粗糙一点。但是它的肉质都是非常的软，而且就是非常香，它那个肉的味道不会有那种不该有的味道出现。然后里面的这个东西很丰富，就有搭配菇，还有特别它有这个粉丝，粉丝跟饭也很搭哎，很好吃啊！它是那种很容易让你接受的。不是重口味的，同时不会盖掉那个肉本身很优势的质感，这样子来呈现在你的嘴巴里面。还有这块豆腐，你吃到牛肉沾上鸡蛋，你已经想象它可以这么滑了，没有想到豆腐可以更加的滑。淋上这汁，滑。上面那是抹漆这样子的，我以为它是胡萝卜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酸。我要呼叫幸福的救护车，太好吃了。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没有什么麻烦的话，其实吃猪肉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满足了。猪肉12.9哎，它这质感是真的超越，这跟你一般在外面，比如说你想吃火锅买的那些超市里面的那些肉片是另一个等级的，完全不一样，很值得来，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，超好吃。有这点店面真的很小，所以在高峰时期啊，就是会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客人。
但是如果我队伍不是太长的话，我强烈建议大家等一等。它的这一整个套组呢，12.9块还是这39.9块，它的那个其他的 side menu 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有一个miso soup， 还有一个 chawanmushi。但是就是12.9块你可以吃到这么高级的套组，真的超值的。完整是正常的操作，可是感觉它应该有加一点高汤，还蛮甜的，它有一种高汤的甜在这炒米水里面，其他都是一般正常的操作。非常特殊的就是它的冬很好吃，高级的肉质搭配丰富的配料，冻饭里的每一个食材都相辅相成，毫无疑问，这间餐厅将会是我新加坡美食的口袋名单之一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推荐啦！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下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